说美国小姐选美大赛在美国大西洋城落下帷幕，来自纽约的24岁的达乌鲁利成为第一位印度裔的美国小姐。美国小姐选美大赛共有53名佳丽参加，在泳装、晚礼服、才艺竞赛以及机智问答等环节争奇斗艳，达乌鲁利对于自己能够获胜表现的是相当兴奋。